搅拌在新年很黏，好、哦，就生蚝的壳，生蚝壳台湾到处的废弃物嘛，生蚝壳将的崩解成粉状，粉状台湾的黑糖搅拌，啊、哦，就很黏，用那个黏的安藤葡萄是个黏的，是研究说的，不是我说的啊。好、哦，接下来看这个树，这个树我们叫雀榕，麻雀的雀，榕树榕，哦，雀榕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，长到那里爆到那里，因为它到处乱爆，所以更加成为森林嘛。哦、到处乱爆，所以被称为森林芒，把整个建筑包起来，有点吴哥窟的风格，非常的一致。啊，接下来我们看整座桥，在整个桥有十个桥柱，以前面的河的为界，河的南边有四个桥柱叫南段桥，河的北边有六个桥柱叫北段桥。好、啊，现在没桥的位置，你看我们云上可以看到每个桥的形状，才对桥柱看得清楚。但是第一个桥柱就把我们眼睛打上了，看不到后面。好、啊，同时我们在桥柱的这边的那边的位置看到这个，看不到它。我们这边看到一大片，代表这什么意思？好、啊，我们这边一看过去，理论上每个都看到，但是一开始把我们眼睛的视觉视线把它挡住了，看不到。好、啊，我们在这边看到一大片的桥柱，在我们桥柱的那边看到前面的桥柱，代表什么意思？好、啊，这边对，就是这就是民国二十年1930年关刀山大地震，山翼断成了板块脱落位移。啊，这个桥柱离得它1.5公尺，这个桥柱估计全部碎掉了。啊，1930年关刀山大地震，山翼断成的板块抽动，位移1.5公尺，这个桥柱碎掉。啊，我们砖造拱桥没有钢筋的砖造拱桥，它特色哈，当地震上下的时候它不会断，啊，但是一到水平摇的话，产生剪力就垮掉了。啊，砖造拱形桥一到地震的时候上下震它不会断，但一到水平产生剪力就垮掉了哈。啊，这是这样子的啊，但是我们这个地震，这个1930年地震是有周期的啊，所以1930年发生关刀山大地震，往前60年1869产生台南大地震，往后60年1999年产生九二大地震，再往后60年预估民国150年2060年会发生一个大地震，什么大地震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我们期待在民国150年时候大家能够再相会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啊，要没有问题啊。啊，有没有问题要问的？啊，没有问题，我往回走了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哦，我们很精彩，很精彩，很精彩，很精彩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哦，我们相约150年哦，相见。你们几天出来几天？来这边呢，这边呢，好，走下来之后，你看到中间那个中间断掉，为什么会断掉？哎，有一柱跟桥断掉的。啊、哦，原来是一样这样高耸的，后来九二一地震从这个从这边断下来的。哎，所以说是两次地震造成的，而不是一次地震。这个地震比较深。对啊。